是极不可思议的，也就是说你们公司今天做生意居然没有一台电话，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。你们公司今天的没有电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今后我坚信公司里面水电煤最后就是商业网络，商业网络的作用可能会比电还要重要，所以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看法。